厦门的 UP 主啊，猫也硬邦邦，请我来他的工作室看看。他是一个海鲜美食 UP 主，也喜欢养海水观赏鱼。这里的鱼好多都是从前几期视频提到的二哈手里边买的。二哈会从进口商或者国内渔船那儿收来各种各样的海水观赏鱼，然后卖给海水鱼玩家。这都是海鲜市场收来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从他们手里收的。哦，下面的海鲜市场收的。嗯，这是。甲午，小兄弟。深海武装蟹哈。嗯，对，深海武装蟹。当时说反了啊，应该叫武装深海蟹。它是深海蟹属的，然后浑身长了很多刺儿，就跟被武装起来一样，叫武装深海蟹。上面还有一大眼溜精的，吸引我的注意了。帮主说这个鱼的名字在这本书里边有。这本书比较好玩，这本它很多书都弄奇奇怪怪的。你这个也有吗？你也有这个？对，这我有。对，这个最好玩。刚才大眼那在这里边吗？啊，在，大眼在这里面。大。这书是日本人写的，日本人在捕捞的时候很多海洋生物都被捞上来，但是他们吃是只吃其中一些，很多种类市场是不认的，这些种类往往就被丢弃了。这个作者就觉得这样很浪费，就专门写了这个书介绍小众的种类，每种都写了吃法，就是让这些渔获的利用率更高。这书现在被台湾人翻译成中文版了。哦，日本大龄大龄的这个。就不知道台湾名跟我们这边名不一样就不知道了。查克拉丁，对，查克拉丁名，查了一下拉丁名，这个种在大陆的名字叫日本巨大眼鲷。这书上中间那只带竖纹的也是中国有的，叫麦氏巨大眼鲷。这条的状态不太好啊，有点懵，身体还不正，老歪着游，缓缓吧。二哈在揉搓一只猫，他们工作室里的这猫什么品种啊？猫我是一点都不懂。So that very nice。 嗯，真不错。这个屋是帮主真正的工作间，他平常就在旁边那案板什么的给大家做饭什么的。案板旁边有一个小海缸，随便养了点东西啊，开大花的那个是管虫，还有一些海葵啊、小珊瑚什么的。然后这一坨东西是蓝斑背缸海兔，是一种海阔鱼，它下边那个是脑袋，也跟阔鱼跟蜗牛似的有两个触角，但是因为它浑身有很多的凸起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哪个是它触角。它这样在海底是一个保护，你远看也看不出来它是个活物，尤其是捞出来那简直了，就摊成一大团，啥也不是。但是它身上这些蓝点是它的特点。海缸里放这个一般是让它吃海藻的，吃了海藻缸里边显得干净。下面那些橙色的叫炮仗花珊瑚，白天一般缩着，到了晚上这个触手就伸出来抓东西吃，在海里边甚至会把路过的水母抓过来吃。这一大缸子鱼没有任何造景，但是这鱼本身就够漂亮的了。最后跟帮主二哈他们吃了楼下的这个小海鲜，最重要的是喝了油切麦茶，每回来厦门都在喝这个，在我心里边这就是亚热带海边的味道。